간담회. 알아. 上次来的时候是7月22日，对。你怎么挖到它呢？因为我不是挖的，来仔细看。啊，不要离我太近了，会喷到眼睛哦。因为我是刮的。有。没有擦，擦到的话会流汤。一直。这样都是七草，啊，你们家是鱼啊？啊，都是母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母的吧？对，这是母的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母的？我记得我们公的匣子应该比这个还要长啊。我们现在看看下面还有没有另外一只公的。那个白色的是还没吃啊，白色是皮，然后如果是白色里面的块状就是还没吃到，但是吼两只养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这个样子。还有吗？有，恭喜你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，跟你妈妈一样很会生。妈妈一个女生也分不出来，哪里像男生？夹子吧。两个看起来都差不多。松姐，你观察得很对哦。啊，我们丢在那里热得要命，也会活。那也不会很热。所以他是买这个，然后把它丢进去，很热。买白白泥土的耶。跟公鸡太一样。这个木屑跟这个木屑都是木屑。我养的是这一种。锹形虫，它们锹形虫吃的木屑腐朽度没有那么朽。那你可太慢了。它的木屑比较硬。长颈鹿。对啊，现在是比较软，所以就比较粗了。不是不是，那已经是大便了。白色是大便，大便。哦哦，这个是晒了。啊？这个才是新的啦！你看这个好像木屑，有没有？也查它的木屑的朽度没那么朽了。哇，这么冷要给它放进去？凉，对他们来讲是凉，因为里面是冷气房，所以哈，你们养在家里。没有冷气的话，就是说这个瓶子不要变温的就好。这个瓶子有一直吹到微风，它就不会变温。不会变温，虫的食欲就会很好。如果你放的地方，你摸瓶子会觉得温温的，这个就不好了。因为现在还是夏天，对，它会钻进去。那太滑了。那你看是母的。那可以放冰箱吗？不是，我们家冰箱太冷。它这样一罐可以吃多久？不一定要看品种。它像它这个的话，大概就是45天上下。然后这个母的话，不会变弯啊？嘿，不会变弯，不会到血型变糖。血型变糖。嘿。这是什么小金鱼？长颈鹿，泰国长颈鹿。它真的写印尼？没有，这边的跟这边的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，它有不同亚种。我帮他拍一张。好。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你要帮他洗吗？对，我要帮他洗。到那边就会活。你在家里，你有换瓶子都我在换。这个就是马达加斯加蟑螂。手动挖的手。马达加斯加蟑螂。我没看到。没看到。马达加斯加蟑螂。给我看。我来一下。它这样子到成地方变化。哦，它有三只。然后大母虫跟小母虫，大公母虫。我来不要。所以说的答案就是，面前的这一只才有答案，其他的都不叫答案。对。
你不是说母的不用换？母的不换啊，母的是母的，这就是钢的啊。啊，你说母的刚刚一片糖，换了一片后啊，爱过几个回家。母的会在里面不吃不喝。下一次，下次。圆圈圈在上面的是女生，因为在照镜子。然后男生要出去打猎，所以上面有个箭头，有一个弓箭。干嘛？对。对，所以你以后要照镜子，还是你可以拿出来？会长那么大？不是，很难这么大。好，我放。我会抱你，不用急。哇，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哥哥的以后就是长这样。这个样子，这边没给你拍啊，我说吗？已经在照了，起来，不会很用。这段时间。